朋友们到徐州了，夜宵先炫顿烧烤 ，Go！ 人家都说徐州是烧烤的发源地，反正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，一袋都是各种烧烤。他们说的啊，不是我俩说的。你们要是觉得不对，也行。以上言论只代表寻常点评二点。<笑>火车，这火车能把我拉回石家庄吗？这个能拉到哪个煤厂什么的？进煤窑了就。是这儿是吧？排队。 啊，就右拽，手撕，手撕着我。这进门先见半只羊，<笑>一晚上能卖多少啊？这羊五六只羊啊！这羊肉串都是现穿的。你好，从那儿排队呀？啊，两位，还有34桌。哦，对，哎，你看这氛围，小马扎，小桌，小8+1。<笑>我去买串糖葫芦开开胃。 大爷，给我来串糖葫芦。哦，你吃哪样的？要踩碎的那个。啊？是自己踩的吧，大爷？谢谢。掏钱。吃吧你。老店是老店啊。28年了。28年了。这里一百年还有72年。72年。进来。这肉都是现切现穿的。 这边也是穿肉的，排队等待烧烤的。上，今天是上，这俩是一点，今天就抢这几只，抢这两只。这外边16，外边16，红。 我自打来还有串都串了，哇塞，漂亮的辣子！我观察了半天，他那个炉子那儿，就是楼下烤串那儿，是一个就是初步成型，那肉不熟，啊，对，上桌自己烤，对。 羊肉串30，油包干4个，地锅鸡1份，牛肉筋10串，羊腰2串，全都是这种小地桌，小马扎。这是我们的那个哈，是的，这是我们点的烤串，你瞅瞅它是不是没熟？它就是别的看不出来，这个确实是没熟。它就得自己烤，上炉子了，上炉子。哦，谢谢，地锅鸡，地锅鸡，哇，好棒啊！ 烤串地锅鸡，哎，凑一桌了我们。都是8分熟的。8分熟的哈。行行。好嘞好嘞好嘞，来吧，上炉。哇。哦。这小炉、小桌、小马扎，还有你小妹儿。<笑>我再给你扒俩蒜。哎，真的是要把蒜。扒蒜小妹儿也上线。谢谢。<笑>要来了。哇、哦。冒油冒油了冒油了。 行，哇塞，烤到滋啦冒油，哎，来吧，朋友们，第一波烤好了，哇塞，这画面等不及了都，真香啊！ 老棒了吧，这得！外面我都烤的焦焦的了，他这串也挺大的，全是大块的肉。老真的，你看，看着可太香了，这也。 嗯，哇，好香啊！哎，嘴里爆油的那种，是吧？一咬那个肥瘦相间的那个，那个肥油就滋到你的牙缝里。哎，唱歌的来了，还多热闹这感觉，想听啥随便点，姐你掏钱，没事。点一首《再见》。<笑>对。 你看我这个画面，扒着蒜，听着这唱，雅俗共赏。<笑>
你，老妹儿，串红了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要听歌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小礼物。谢谢谢谢谢谢、啊、点歌还有小礼物送。第二个腰子和油边，哎呀火大了呀，倒点甜醋。徐州烧烤这是灵魂，蘸个醋试试。哎，还腌在醋里，这是徐州烧烤的灵魂。来一串，蘸上这个甜醋吃。哇，又是另外一个味道了，是吧？嗯，两种跟普通烧烤完全不一样了。嗯，徐州是我吃过唯一蘸醋的羊肉串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另外的味道是吗？不一样的感觉，哎，就不是普通烧烤了。嗯，打开新世界大门了。第三波上炉了，哎，上炉。我尝尝这个油边，这才叫一口爆油呢。是啊，老好吃了。哎呀，太香了，地锅鸡看起来也太香了，妈呀！你光看饼，哦，妈呀，这画面冲击感，你那口水离锅远点。嗯，好吃，裹满那个汤汁儿，再来块鸡肉，好吃，可以了，第三锅，这是我们的第三锅了。时隔一年，我们在徐州又吃上烧烤了，熟了吗？熟了，老妹儿出品必然精品。太香了，哎。这太香了，带来口蒜，太拿捏了这个味道。在徐州你吃烤串，他对于这个烧烤这个东西有他自己的个性，嗯，无论是这个蘸醋也好，还是那个烤的半熟也好，上炉子对吧，都是有自己个性的。爸，我再走了。好，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喝醋呢。啊，爆油啊，嗯，那油边绝了，绝了绝了，不用咬，在嘴巴里一闭，那个油就滋儿开，一口爆油，哇，好香啊，这油爆干儿，嗯，油爆干儿，嗯嗯。吃了半天油边，油包干比串还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好好吃。蘸醋来一个，你蘸个醋。酸酸甜甜的，嗯，它把那个油烟味给它盖住了似的，是吧？嗯，蘸醋吃，谁研究出来的？你说？嗯，大腰子。哎呀。嗯，能，腰子真香。今日消费239，哇，吃多少串啊？真的是，妈呀！